果航母出海远航，在大洋深处发生故障或者需要大修，会怎么办呢？亦或是在战争时期，航母这样的巨型军舰在战斗当中受损，会怎么办呢？如果采用拖行回母港基地，那么路途遥远，也不利于重新快速形成战斗力，因此就需要移动式船坞。移动式船坞可以将整艘军舰举出水面，对军舰底部进行清理、更换部件、保养螺旋桨等等。我国在移动船坞方面处领先地位，除了30万吨级船坞，还有50万吨级移动船坞，吨位足有7艘辽宁舰大。就连美国都订购了我国的移动式船坞，生产美国海军最新型的驱逐舰 DDG-1000 超级战舰。现在我国生产的50万吨级移动式船坞只有1艘，主要是为了在深海航行的3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游轮提供服务。对于海军来说，10万吨级移动船坞已经足够，神盾舰、补给舰和潜艇保养维修使用。划船一号是我国海军军用级浮动船坞，这座自航式移动船坞安装有电气、钳工、机械、安装等等车间，还有零件仓库、4台起重机，可以对30000吨级以下军舰进行海上修建保养。军舰在远洋，特别是缺少海外基地的远海，拥有完善的保养维修能力，对于一支海军的战斗力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维修能力甚至在某些时候超过了建造能力。